奉天成运皇帝诏曰：今御史台尚书弹劾镇西侯百里洛尘勾结叛党，试图谋反，大逆不道。姑念镇西侯昔日平叛有功，暂不收监，即日起随天启钦差入京受审，钦此。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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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接无畏，御。侯爷，接旨吧。父亲，接吗？陈公公，何为接吗？不接，是不是就要起兵谋反了？那我们。还能活着离开吗？程峰，接旨。这镇西侯府态度也太大了，我们可是天启来使，竟敢让我们等了这么久。就算撇开天启来使这个名头，光凭王爷您的身份，他百里落尘，也该出城相迎。晋升。堂堂一个侯爷，怎么穿个大红色？是赶着去当新嫁娘吗？镇西侯当年有许多绰号，最出名的莫过于杀神和血衣侯。当他穿出这一件血衣的时候，代表他今日不想主动杀人。当然了，也不介意清理杂碎。聪明的人，这个时候是不会招惹的。我们可是天启来使，他难道还敢杀我们？素文金无畏都是废物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废物。侯爷，琅琊王殿下，进去说吧。